一年的收获有些什么呢？一年就收获了很多喜欢的人和结识了新的朋友。非常开心这次可以来听上十周年的这个大家庭大 party， 然后作为一博的好朋友，然后作为一博的好朋友，谢谢谢谢。上面的朋友在哪里？好了，我们今天来听听这个联合的四组音乐伙伴啊，你说一下你们自己的有什么组合的名字？就是前方有个碧晨，有个什么名字？全都是碧晨。风尘钱币组合，听慢点啊，钱币组合，钱币组合，那听起来啊，前面人看了也看了，你俩呢？你说钱币组合有什么事儿？啊，这两天人问我这个，说哎，你今天还有一个胖一点的人，姓什么呀？我说姓这，我说姓这，他说姓搓呀，姓搓，这个是钱，哎，搓搓，我们两个一看就打一个，因为我姓刘嘛，然后这是我们大张伟，所以我们叫溜的组合。溜达，挺舒服的啊，挺快乐的一个组合。赫赫呢？今天我跟狮子合唱团进行一个音乐搭档，所以说我们叫狮鹤组合。狮鹤，听起来武侠吧？对，武侠。叫天鹤，跟他们两个人叫天狮嘛，天狮。一件天狮的两个，不能播这个，这个有特别的。好，那你俩呢？你俩的组合名字？一站特别的棒啊，这个不知不觉呢，今天大家